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菩萨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昨天我们在一起啊，学习了什么是因果，以及呢，举出了一些啊因果报应的实例。这个因果报应啊，只要我们细心留意的观察，实际上每天都看到很多，尤其是现在啊，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缺乏了圣贤的教育，人们呢只追求啊功利，而忘记了道义，所以这些因果的报应的例子啊，确实比比皆是。那么昨天我们呢，举出深夜杀盗淫啊这三个方面呢，恶有恶报的很多现实的例子，确实啊，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了、听到了，都毛骨悚然。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看呢、啊，口业造作的这些恶报。那么在口业里头有四种，所谓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可以说啊，四种口业呢都通称为啊妄语。为什么叫妄语呢？这个妄啊，就是违背了真实，违背了真理，违背了天理良心的这种语言呐、啊，就叫做妄语。那么造这些口业啊，实际上果报也是很惨烈。我们前两天在香港啊，有一些同学就捡了一些啊报纸啊给我们看，其中看到有一条啊，就是非常典型的啊，这个用恶语啊来威逼母亲，他得的果报。那么这是讲香港啊，最近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件，一个中年的男子，他呢常常啊回家里要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借钱给他，实际上这个钱呢不是借，因为给了他呢他就没有还。他母亲已经70多岁了，那么当这个儿子啊再次回来跟他母亲讨钱的时候，他母亲说我不能再给你了。但是这个人呢、啊、竟然呢、啊、恶狠狠地来威逼他的母亲，而且呢竟然自己啊坐到了这个高楼的这个窗台上，
威胁他母亲说，假如你不借给我钱，我就死给你看。你看，他竟然把这个母子的亲情啊，作为要挟的一个手段。那他这种恶语出来以后啊，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呢？他一失手啊，就真的从那个窗台上啊就掉了下去，活活的摔死。所以你看看，这正是像《太上感应篇》里面所讲的，恐吓于他，他用这种恐吓的手段，而且恐吓的竟然是他的母亲，结果天报应之啊！正他竟扬言呢、要以跳楼来威胁，那真的天就成全了他。所以呀、这些因果报应确实啊历历在目啊。在《太上感应篇》里讲的，咒主求职，用这些恶口发那些咒誓来进行威胁的，这个下场都不好，更何况是威胁着自己的母亲，这是大逆不道。那么大逆不道的人，天地呀、就不容他了。那么在这里跟大家再报告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在大陆湖北省有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头发生了一次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这是一个老奶奶在家里，她有大儿子二儿子，两个儿子呢都娶了媳妇了，而且都有孙子了。那么这个老太太呢年纪也老了那么还有一点呢积蓄，就想着呢要给哪一个儿子。那么想来想去这个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看看谁对他真正忠诚的，那么他就会把他的财产分给谁。那么他就想了一个这个主意。有一天呢，他就把200块钱人民币放在了他的桌面，心里想呢，这个200块钱呢放在这里，看看谁要是偷偷拿走了，这个人就是缺德的，那么我就不能把财产给他。这个老奶奶打好这个算盘以后她就呢故意闭着眼睛呢假装睡觉，就看看谁来拿这个钱。这没想到老太太一闭上眼睛竟然真的睡着了。等她一觉醒来之后这200块钱不见了。这个老太太呢就觉得怎么这么失策，就马上问他两个儿子儿媳妇，你们谁拿了我的200块钱，赶快交出来。那结果呢这两家都不承认。这个老太太就竟然想了一个毒计，她说反正呢没人来过我们家里，那么这200块钱不见了一定是你们哪一家拿了，你们现在呢敢不敢发誓说谁要是拿了钱就要受诅咒。那结果呢这个二儿媳就说，如果我拿了这个钱
那我的五个月的儿子就要死给你看。那么另外这个大媳妇啊也不示弱，说如果我拿了你的钱呢，我那四岁的儿子也死给你看。你看看这些，这个老太太糊涂啊，大儿媳二儿媳呢竟然呢跟着糊涂造这些恶口啊。那么七天以后全家都好像没什么事，结果突然有一天呢，二儿媳妇啊就抱着她五个月的孩子哭哭啼啼的跑进来啊，说这个是谁这么狠心呐、啊怎么我的儿子就这么死了啊。结果呢这个事情啊大家一看，一定是你偷了老太太的钱，所以你那个儿子啊就真的死给你看了啊。那么大家的舆论压力啊也很大啊，这个二儿媳啊真是悲愤交集啊，就只好呢上吊自杀了，这就两口人命。那么时间过了半个月，有一天晚上啊就突然之间呢狂风暴雨啊，这个天雷啊打得很响，就在这个老太太家上空啊打雷啊。结果那个大儿媳啊这个心虚，她就起来啊跟她丈夫啊在这个面前呢跪下来啊，这个哭哭啼啼的说啊，哎说天哪饶了我吧，这老太太的钱是我拿的呀，啊，因为呢，我担心别人会说我，所以我就拿一根绣花针呐、把这个二儿媳的儿子啊给扎死了。你看看，这心狠毒的如此地步，就为了200块钱呢。结果她的丈夫听了以后啊。非常气愤啊，给他几个耳光，就一脚啊把他踢出了门外。结果门外啊这个天雷啊越来越响，等到第二天早上呢风也停了雨也住了，大伙儿啊就在这个死去的二儿媳跟他儿子的那个坟墓前面呢、看见了这个大儿媳跪在那里，已经被雷呀、给轰死了。这都是真实的故事啊。所以呀、造作妄语啊，想要欺骗人，怎么能够欺骗天呢？怎么能够欺骗鬼神呢？特别是在《太上感应篇》里面讲，指天地呀、以正彼怀，引神明啊而见伪事。那个心地呀、邪恶猥琐，竟然呢发这些毒誓来证明自己清白。那么这种良心呢都已经丧尽了，所以呀、就必然遭到天惩。那么这种故事啊真的给我们敲醒了警钟啊，做人要堂堂正正啊，心里呀、要光明磊落，即使是犯了错误要勇于承认，不可以呀、闻过是非呀、弟子规上讲过能改归于无啊，唐掩饰增一孤。所以当我们起一个念头想要掩饰自己的过错，那么这样的心态啊如果不能够回头，可
可能念念呐、啊、就会酿成大错。这是古人讲的，这个果报就是不得好死。那么再看看这个老太太，也是啊，真糊涂，为了200块钱呐、啊，竟然断送了家里3口人命。这是什么呢？没有读过圣贤书，没有受过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以他起心动念都是以功利呀、啊、作为标准，哪怕是啊要传家产，还是用功利。司马光曾经说过：“积财给子孙呐、啊，子孙未必能保啊，不如啊积德啊积阴德给子孙呐、啊，才能够真正是让子孙呐啊昌盛。”那么在历史上，这些因果报应的例子，可以说多得不胜枚举啊。现前也是啊，很多，只要我们留意观察，确实不容得我们不相信因果报应。所以，我们说，因果报应啊，不符合科学，这样的一种说法呀，完全是荒谬啊！什么是科学啊？如果你能够啊，真正啊，屡次证明这个道理，而没有差错，这就是真理。我们呢，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观察社会，观察世道人心，这就是讲究科学啊。反而他粗心大意，眼睛啊受到了迷蔽他迷惑颠倒，自己看不到眼前的这些因果报应啊，竟然一口否认因果报应这个事实，那才是啊叫迷信啊，那是不讲究科学啊。那么他毁谤因果，驳斥因果，这样的业也一样是啊有果报的，这种果报啊也是很惨烈的，这是口业啊。那么所以我们认识到了因果之后，就真正啊改变了我们这个做人的心态，念念要想到什么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要养成一种啊因果的思维，知道啊，做任何的事情，哪怕是起心动念呐，都有果报的。你如果能够真正有这样的认同，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处啊很多。那么最这个你能够首先得到的好处呢，就是你能够啊改造命运。所以我们今天呢探讨第三个问题，明了因果有什么好处，那就是啊改造命运。那么命运到底有没有呢？告诉诸位啊，命运呢真的有。这个从古至今都有很多啊
著名的命理学家、易学家，那么他们真的是神机妙算，可以把我们一生的吉凶祸福啊给算出来，而且一丝毫都不错。那如果是没有命运，怎么可能算得出来呢？怎么可能让他算得这么准呢？所以人呐、一定是有命运。命运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前生造作的因果吧。这前生做善的他身善啊，身业善，口业善，意业善，那么这一生他的果报就善了。所以看到很多仁人长者以富贵的顺利的聪明智慧的健康长寿的人，都是过去修善因呢、那么如果过去啊没有修善，那么这一生的果报啊就不理想了。所以我们才看到社会上啊为什么有这种贫富悬殊的差别，有的人这么有福报，有的人呢这么没福报，那都是啊前生因果决定。那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啊，也不必去羡慕那些有福报的人啊，知道他的福报也就是修出来的嘛，那我现在去修也能赶上他吗？那么讲到改造命运的道理啊，这个明朝了凡先生写的《家庭四训》呢、那么这真的是写到啊极处。了凡先生他就是在原来呀、他命运已经被孔先生算定，真的一丝一毫啊都没有差错，所以啊他的心呢、很安呢、没有什么妄念呢、知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所以他这个考上秀才以后，那么本来需要这个去国子监呢、去留学，国子监就是国立的大学，结果他也不干啊，他就跑到了这个南京啊栖霞山去拜会啊云谷禅师。那么在云谷禅师那里啊打坐，跟禅师对坐三天三夜，也不起一个妄念。所以这云谷禅师也很赞叹他了啊，说你功夫很不错呀，那个凡人呢、之所以不能够做圣，就是因为有妄念嘛，我看你这三天不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个功夫很不错啊。了凡先生说，哎呀哪里是我有什么功夫，我的命啊早给这个孔先生算定了，这吉凶祸福啊都改不了了，所以要妄想也没用啊。你看他真正认识了这个命运呢、他就心安了。但是这样啊云谷禅师还是笑话他啊，说我原来以为你呀、是个英雄啊，谁是英雄呢？能够控制自己妄念的，这是英雄好汉。那么结果你的功夫啊，哎呀并没有达到英雄的这个境界，还是个凡夫。为什么呢？你被命运所束缚，换句话说你不能够转你的
因果啊。你的因果固然是前生啊决定，你这一生你为什么没有修善因呢？为什么不能得好的更好的果报呢？你为什么不能够改造命运呢？那么这样启发他知道，原来命运呢是可以改造的。怎么改呢？不外乎是断恶修善嘛，改过迁善，这是改造命运的方法。那么所以禅师启发他说，你命里面呢这个没有功名，就只能考个秀才，考不到举人和进士。这个秀才举人进士啊，在古代也是个学位的名称。这秀才呢好比我们现在学士学位，举人呢好比是这个硕士，进士呢好比是博士啊，所以进士这个学位啊是最高的。那么进士里面的头三名啊，就是状元、榜眼、探花，那是皇帝点的。那么禅师啊就启发他呢，你自己想想你为什么没有功名，就没有学位呀、就用我们现在话说，你现在呢拿不到高的学位，你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那为什么呢？结果了凡先生很不错啊，他回头啊反观自己找原因，这是有果必有因呐、所以了凡先生有这种因果的思维方式啊。那么他想出来了啊，他说呀，自己是因为呀不懂得积德啊，所以福报很薄啊。那福报薄的表现在哪里呢？自己呀很不耐烦。就是啊毛毛躁躁的，一点小事啊就坐不住了，又不能够啊容忍啊，没有那种宽宏大量，而且呢自己有一点小小的才华，好像有点聪明，常常呢要用自己的才华去盖人，显示自己呀、很了不起啊，这一种是什么呢？轻薄的表象啊，这不是福报啊，而且他说话呀、就是没有遮拦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想后果啊。古人讲啊，三思而后言啊，三思而后行。这他没有做到，这些都是呢薄福之相啊，所以怎么可能有功名呢？怎么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呢？怎么可以有富贵呢？那不是富贵人的样子吗？富贵人的样子是什么呢？一看都是忠厚老实，真的是可以呀、舍己为人啊，而且呢很谦顺啊，而且做事谨慎，这些样子呢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有福之人啊。那么禅师又启发他了，那你想想你为什么不能够有儿子？孔先生算他命中无子啊，那古人对这个传宗接代啊非常重视啊，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那你想想，你为什么没有后代呢？结果孔先生啊，这个了凡先生啊，反省啊，就说了，这个能够生育后代。要有一种和气呀、
天，你看春天呢，是生养万物的季节。那么春天的气息是什么呢？一团和气呀。假如我们啊都不耐烦，常常都会发脾气，这怎么可能呢？有后代，而且呢，太过追求啊那种干净，这种干净是什么呢？洁癖，就过分了，一点脏东西啊都不能容受。人家有一点缺点，他就看不惯，没有那种啊包容的心量，再加上自己这个帮助别人啊，心里呀、啊、也不是很真诚，往往到啊真要舍己救人的时候啊，自己又啊退却了。不，为什么会退却呢？不外乎是为了自己的名啊、利呀、啊，就是为了这些，所以呀、啊，做善事啊不能勇猛，而且呢，偏爱说话，多言好气呀、啊，而且又爱喝酒，这喝酒呢，耗你的精神。又爱呢晚上啊不睡觉，啊，这个彻夜长坐，就是他夜生活啊不正常。那么他还好，古代的比较清静，啊，所以他呢只是呢晚上啊不睡觉，坐在那里啊胡思乱想，啊，不像现代人呢，他的夜生活啊好丰富哦，啊，特别像我们新加坡最近呢。建了赌场，啊，那夜生活就更不得了，所以不知道呢，保护自己的精神，啊，那么这就很难呐，有后代，那想来想去呀，原来自己不能够得福报啊，问题还是在自己。不过了凡先生难得的是啊，他真正啊能够反省，能够检讨自己，他愿意啊去改，这就有救啊。所以禅师啊给他指点啊，这个告诉他改造命运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首先要改正你自己的毛病，你刚才讲的这些毛病啊，你通通都改过来，啊，你这个没有功名富贵的那些因，你把它改过来了，那你就会得到功名富贵了嘛，啊，你没有儿子，你会短命，啊，这些的因，我们把它改过来，你就能够啊，如愿以偿。所以了凡先生明了了这个道理以后啊，真正发愿改过，发愿修善，所以啊真的他的命运改过来了。虽然说起初做的时候啊还是常常会懈怠，但是他能够啊记住啊云谷禅师的教导，所以啊这个烦恼习气啊就慢慢慢慢的洗作干净，那么命运啊就改了。所以命中没有功名，结果他竟然考上了进士，这是最高的学位。命中本来没有儿子的，他得到两个儿子。那命中啊本来是53岁啊就要寿终正寝的，他活到了73岁，啊，这是多活了20年呐，啊。这证明什么呢？命运啊，你看，
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改造命运呢？反而在命运的束缚里面呢，天天烦恼。这主要的原因还是啊，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育，啊，没有真正深信因果。真正深信因果的人呐，那个人就变了样了。我们学习圣贤的教育，学了可能也不少年了，问问自己，到底变了多少？命运呢，有没有改过来？这个最基本的就是我的相貌有没有改过来？这个相随心转。如果是善心，这个慈悲心、清净的心，那个相貌看起来啊，就特别的慈悲清净啊。甚至你的声音、你的体质、你的这个举止啊，都会随着改。我们说，它有一种亲和力出来。这是你学习圣贤教育啊，第一步啊得到的效果，然后这个命运呢，就真的改了，哪怕是我们过去没有算过命，啊，你也不必算了，为什么呢？那个算不准了，啊，所以命自我立呀，福自己求啊。真正觉悟的人呢，命运啊，就不是交给上帝了，啊，是交给自己了。那么了凡先生他改过去习的用功方法，是用他功过格，啊，就是把自己的善行、善言、善念，每天呢，啊，都登记起来，就是我们现在说做日记，哪怕是再小的这个言行都把它记录下来，啊，鼓励自己，啊，如果是干了坏事，啊，有恶行、恶言、恶念，也得把它记下来，每天呢对照，看看自己呢这一天呢，它是善多还是恶多，啊，如果能够每天呢，这个善逐日逐日的增加，恶逐日逐日的减少，那么就恭喜你啊，你的福报就逐日逐日的增加，你的灾殃啊就逐日逐日的减少，啊，真的，吉凶祸福啊全都在你善恶造作，不仅是我们现生啊得福报，成圣成贤，做佛做菩萨，这一生啊命中往生极乐世界啊，您也有份呐，啊。那么在明朝跟了凡先生同一个时代的也有一个人也改造了命运，他是于静义工，啊，那么于静义工他比了凡先生，大一点，他们呢处在同一个时代，他的命运呢比了凡先生呢更糟啊，但是他改的这个效果啊更殊胜。了凡先生改造命运，这个发愿啊，断恶修善，积功累行啊，他用了十几年的功夫改造了，但是于静义工啊用了三年，而且他的起点啊比了凡先生低，因为
于禁义公他的这个家境啊很不好啊，很贫穷。他考到了秀才啊，跟了凡先生一样，当了秀才以后啊就没有再考到举人和进士了，那么只能够啊靠教书为生，啊，那么自己总共生了9个子女啊，5个啊这个啊4个儿子啊病死了，啊这个啊3个啊这个第三子啊没死，但是呢却失散了。失踪了，啊，那么4个女儿啊，也只剩了1个，啊，那么他的太太很悲痛啊，啊，每天在哭，把眼睛都哭瞎了，啊，那么靠自己的一点呐，啊，教书的收入维持生活，真的清贫到极点，啊，什么都没有啊，到过年的时候。真的四壁萧然呐，啊，别人家里都在热热闹闹的庆祝新年呐，啊，团圆呢，这于敬义这一家呀，这是夫妻俩啊抱着这个女儿啊在痛哭，啊，那么于敬义他难得的是呢很相信灶神，他每年呢，除夕都必定写一篇黄书，啊，这个祷告给灶神爷。这个灶神爷啊，他是相传呢，每一家都有灶神。那么，这个每一个月呀，他都会上天上啊，跟玉皇大帝禀告，啊，这一家啊。这个月干了些什么善恶的事情，啊，就是论功行赏吧，啊，这个天会降下福报或者灾祸，啊，就根据这一家的善恶业。所以于敬义啊，笃信灶神，啊，所以呢很虔诚，但是偏偏呢，啊，每年的血都没间断过，那灶神好像没有什么。感应，反而家境越来越贫苦，所以呀，啊，想着想着呀，啊，就很啊，这个心里很多怨气呀，啊，难免就有怨天尤人呐，啊，结果总算他有这个诚心呐，啊，竟然感应了灶神爷现身说法，那这是真实的。灶神用我们现代化来讲呢，那是啊不同维次空间的生命嘛，啊，像现在科学家们也正在啊研究这种所谓啊不同空间里头的生灵，啊，这个最著名的一位科学家是在意大利啊一位啊学者，他是用那种那个无线电嘛，收录的设备呀，啊，来去收集那些鬼神的声音。那么他的实验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啊，在他的实验室里面，请了一位呀，啊，刚刚死了儿子的母亲啊来做实验，因为这个母亲呢，常常跟他的儿子啊有感应。所以呢就请他来啊这个看看能不能够啊帮他呢收集到他儿子的信息。结果呢请到他来这个之后啊就开始呢调这个收音设备。当把这个收录机啊调到呢一定的短波段的时候，就会能听到啊这种鬼神呐，啊，他的来的声音。那么慢慢慢慢就能够听到他讲话的声音，而且讲的声音语气就是他儿子的声音。
这些都是录音录下来的。那么像他这个实验呢，做了50年，这个案例呀，太丰富了，证明啊，真的有鬼神。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生命啊，比看得到的不知多多少倍呀。所以我们也要懂得处理好啊，跟天地鬼神的关系呀、啊。这个也叫伦理呀、啊。圣贤教育里面讲的5个科目，第一个是伦理。伦理教育啊，不仅是人伦关系呀、啊，这伦就是关系的意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呀、啊，这是其中一种啊。但儒家讲人伦关系讲的最多。那么除了人伦关系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之间的关系，这些也叫伦理呀、啊。所以学习圣贤教育，要懂得处理好这3种关系，这是一个圣贤讲的伦理教育。所以于禁义公那在47岁那年呢、啊，除夕夜真的遇到了灶神，灶神化成一个道士的模样啊，来到他家里，要给他开始，告诉他，你每年呢、啊、写给上帝的那个皇书啊，确实有禀告上帝呀、啊，上帝也命这个日游使者啊，天天来你家里查看，那偏偏看到你没有一个善行，没有真善。那么于禁义公就说了，我在乡里面是有名的善人呐、啊，为什么呢？他在乡里面建了一个文昌社，这文昌社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学会啊，专门学习什么呢？学习文昌帝君殷志文，这就是因果教育啊！而且告诉大家要惜字啊，要放生，要戒淫、戒杀、戒口过。你怎么能说我没有干善事呢？结果灶神呢、啊，就用他的这个文昌社里面的信条跟他讲，说你提倡啊惜字放生戒淫杀口过，其实你自己有没有做到呢？就像我们现在啊学习圣贤教育啊，可能跟人家提这些伦理道德啊，也能够头头是道啊，自己有没有做到呢？跟人家讲因果报应啊，自己有没有相信呢？真正相信的，他哪敢做坏事呢？哪敢起恶念呢？所以于禁义公就是提这个惜字这条，他常常呢都拿那些字纸啊，写过字的纸啊，拿去糊窗啊，拿去擦桌子。这个对于字纸啊没有珍惜，要知道文字啊是记载圣贤之道的这个载体，尊重文字啊就是尊重啊圣贤之道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啊，很多人呐、啊、对字纸啊确实并不尊重，随便的浪费。那么这个行为啊，已经引起了地球的愤怒。大家都晓得现在啊，全世界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
森林啊，大面积的这个摧毁、砍伐太严重，我们的纸张啊，通通都是啊木材做成的。假如我们不珍惜呀、每个人都浪费纸，我们的森林资源呐、就被我们呐、给糟蹋了。所以现在啊，看到地球已经在愤怒了，愤怒是什么呢？它的这个火气就已经升起来了，温度升高了嘛。那么再深一步看，这惜字，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字啊，是智慧的符号，是启发我们觉悟的符号啊。比如说孝字，就这上面的老字头，下面的子字底，就告诉我们呐、怎么样是行孝。所以老一代和子一代合而为一呀、这是真正的这个孝道啊。如果两个分开了，就是说中间有代沟啊，那就是不孝了啊。所以我们想到惜字，不仅要珍惜呀、纸上面的字啊，还要珍惜呀、那心里的字啊。如果这个孝字我们没有真正落实到我们的心行，这个孝字不等于虚设了吗？如果我们不能够行善，这个善字不等于虚构了吗？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爱心啊升起来，那个爱字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讲到惜字啊，这个理也是很深的。真正要升起对我们老祖宗的那种啊道统，那种文化敬仰，这才叫做真正惜字啊。所以这个惜字于静玉没做到啊。那放生，他虽然呢常常参加一些放生活动，可是自己老是家里面呢、吃什么鱼啊虾呀，还在家里宰杀生命啊，那个放生有什么用呢？一边放，这边又一边杀，那真的叫造业啊。那么戒邪淫，我们昨天有提到，淫为万恶之首啊。那么赵神说，于敬义虽然表面上、行为上没有造作邪淫，但是啊，心里还有这些念头啊。看到人家长得很漂亮啊，心里啊就坐不住窝了。那么这种邪念就已经是犯了邪淫了，只不过是轻一点，或者说没有这个缘呢。假如真的有这个缘，有人去勾引他，可能他就会犯了。那么这个戒杀啊，戒口过，这于静义工啊都没做得很好。所以赵神告诉他说，不是上天不怜悯你啊，而是你自己没有真正的去尊重你自己，你没有真正啊断恶修善呢、你怎么可能得到福报呢？再加上平日自己在暗室屋漏当中，
这一个人在的时候，没人看到了，心里面呐，生很多恶念，很多邪思，贪念，淫念，嫉妒人的念头，这个傲慢的念头，报复的念头，这个想来想去啊，这个要怎么样规划自己前程，叫这个打了很多妄想，这些念头啊一个接一个没停过，灶神都很清楚啊。所以自欺欺人能做到，但是欺天欺鬼神做不到，怎么可能有福报？这真正啊，灶神给他点化，这于敬义啊，他真的听了以后啊，痛哭流涕，跪在地上忏悔，发愿呢要改过自新的，重新创造美好的未来。那人有善愿呢，天必从之。所以当他真正在改过的时候，那么勇猛，勇猛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呀，再起一个恶念，再起一些不善的念头，就跪在观世音菩萨像前呐，叩头叩到流血，发誓说，假如我再有这些念头缠缚在内心的话，我将来呀永堕地狱。你看发这种啊毒誓，当然这种毒誓我们不提倡，可是我们看到于敬义啊真的在真干，改造命运啊，不是那种啊吊儿郎当拖泥带水可以改得了的，真的要痛下决心才能够啊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啊给改正过来。那他有这样的勇猛精进啊，三年就有效验，这三年之后啊就考上了进士。原来你看秀才啊，18岁就当了秀才了，到47岁呀、都没个下面的下文了。可是真正发愿改过呢，三年就考上了这个举人进士啊，年年就上。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啊，他到了京城遇到了贵人，那么当然受到了很好的招待，他是当朝宰相的他家里的家庭教师，有这样的一种缘分。后来呢，这个由这个宰相引荐呢，认识了一位这个公公太监，这个太监收养了一些儿子，准备是要养老的时候有人有这些孩子侍奉在左右。没想到这个收养的儿子里面他竟然于敬义竟然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那么当儿子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母亲，他母亲瞎了眼抱着他母亲痛哭，并且用自己的舌头去舔他母亲的眼睛，就没想到奇迹出现，他的母亲竟然双目复明。